家介绍嘅呢位讲者系顾修前博士。顾博士系临床心理学家，佢对商业心理学系好有深入嘅研究嘅。喺第六届嘅 AIA Sales Congress 里面，顾博士向 AIA 嘅同事讲解佢用咗好多年嘅时间去研究嘅超级心理学推销术。美国友邦保险公司希望将顾修前博士嘅经验介绍俾友邦嘅保险推销营业员，令大家能够掌握更多超级推销术嘅技巧，喺工作有更出色嘅表现。超级心理学推销术 Psychology of Super Selling。各位 AIA 的同事大家好，我是顾修全。在以下的时间我会跟大家讲一下什么叫推销术和什么叫超级推销术。大家会开始明白到心理学和推销术之间的关系。各位同事做了很久推销的工作，但大家知不知道推销 selling 这个字呢是源于一个挪威字的字根，是 servicing 服务这解的呢？在成功学里面呢有个很重要的座右铭，他说 If you can fulfill the needs of other people, they will fulfill your needs。 如果你能够满足人家的需求，人家就会满足你的需求的。如果你的需求是财富的话，人家一样会满足到你的需求的。